文字扫描器呀、啊 安装以后啊，按右右上角打开，还是试用次数到了，再移除，再重新下载安装，按允许。照片，资源哦，50多种语言哦。那外国的书啊，也可以拍哦。外国的书也可以拍哎。你看，支持50多种语言，日文的 Konnichiwa、Hello、Hello、Hello，你好，哦，日文的还有哪一国的？按扫描，扫描那个图，真的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种国家的文字吗？哎呀！支持50多种语言，日文也扫出来了，英文也扫出来了，中文也扫出来了，韩文也扫出来了，真的厉害呀！